现在是7月17号晚上9点，差几分钟9点。今天是星期六。今天到 Costco 买东西啊，就这个 cheese 它是降价的，减三元。然后这个 cheese 呢和以前不一样，它是用纸隔着的。这 cheese 啊是应该是牛奶做的东西，它，你看这儿是用纸隔着，这不是这纸吗？这纸隔着的这个 cheese，有点咸味儿。这 cheese 是牛奶做的，但是它有发酵过程，具体它的工艺我就不太清楚了。这个牌子呢，也是 Costco 的牌子，它的成分啊，我不太懂。这 cheese 种类太多了，应该说是对身体比较不错。这还叫我给剪错了，我从边上这边剪呢，实际上人家这边是有拉链的。但是我有那个从天津带来的那个，就是这个呀，就给加上就解决了，就弥补了我的错误。这 cheese 和这个，这叫 whole wheat，就是黑面，我们天津人叫黑面，这有点咸味儿，这挺好的。就是总不吃啊，就以前吃就想起来就买点儿，就是不上班人他都是，不做饭嘛。但是现在我自己会做呀，但是我更喜欢是吃那窝头，就是玉米面儿，玉米面儿和枣放在一起，还买了点核桃仁儿。就是让食品稍微丰富一点儿，